小三婚礼呛虾，勇兔给下马威，抢夏雨欣是外婆，外面的老婆。是不爱滴我，不是我不爱滴。少华。江宏恩被正宫勇兔连甩巴掌，这场老婆和外婆的对决冲突一触即发。大失控，收视创新高，无线收视2.46，有线收视更高达3.44，创开播以来新高。73个人还有场婚礼前直播，大家都觉得很好笑，大家都觉得很可爱，很喜欢。然后我就会觉得哇，那如果有让大家舒压到，或者让大家开心，那其实我做这一切都值得。勇兔说，忍笑最痛苦的应该是江宏恩，因为他得说震惊的台词。勇兔的角色切换，个个都是经典。你感觉认不出来，我是包大人包青天，我是鬼灭少女米豆子。钢铁，我呸我呸我呸呸呸呸呸！勇兔演出完全没包袱，让粉丝笑翻，搞笑精华片段在网络流传，没3天就破百万次观看，成功创造话题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